哎，侯雨欣，你还要睡多久？你已经翘课好几天嘞。起床了，起床了，快点，走啦，上课。哎，侯雨欣，不要再难过了啦。哦哟，啊，那种女生，算了啦，她都让你这么难过，不要管她了啦。哎、欸，走啦走啦，我们去看电影，走，跟我出去走走，快点快点，走。哦，你想看哪部啊？哎、欸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你等我一下。最近这一部啊，哦，超红的哎。这一部啦，这一部电影《虚》，有没有？最近网络上超多人在讨论的哎，要不要走一起去看？一起去看。哎、哦欸，这个啦，这个。哎，听说这间电影院很特别，你看它的规定非常的特别。规定？虚号？哦，拜托，我心情不好，谁管这些啊？哦哟，好了好了，赶快进去，赶快进去。告诉你，这部片很厉害的，他的主角啊，会穿梭各个电影啊，他去帮助每个人，然后他就……哦，靠背哦，不要剧透啊，尊重别人好不好？不客气。哎、欸，要开始了，要开始了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开始演，开始演，好紧张，好紧张。我靠！小鹿家伙竟然自己先走，太不够意思了吧？傻眼！小鹿，you